各位好，今天我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用这个史密斯机器做这个立正划船啊，练这个斜方肌。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腰有比较差，或者有受过伤，或者保护腰。那除了你用这个缆绳 cable 以外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史密斯机器顺着这轨道上来做，你可以减轻你的这个腰的脊椎的负担。好，我现在就跟大家示范一下。然后你身体握住以后，有点往后倾一点点啊，上来的时候吸气。